2024年4月19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支援部队成立大会在北京八一大楼隆重举行。调整组建信息支援部队，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从强军事业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，是构建新型军兵种结构布局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战略举措，对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、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。信息支援部队是全新打造的战略性兵种，是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的关键支撑，在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和打赢现代战争中地位重要、责任重大。